用它浇一浇，产量嗷嗷高。辣椒打药的时候加上这个小东西，效果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它可以让您的辣椒爆发式开花，一层又一层，果子爆满棚，神奇到不敢想象。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很多朋友都没有听农资店讲过，因为农资店根本就不愿意讲出来，主要是这个东西成本太低，关键是效果还非常的好。今天我就冒着被骂的风险，也要把这个神奇的配方免费的分享给您，您一定要点亮红心收藏起来，如果划走了，那可就亏大了。这个厉害的小东西，它就是醋花催花做果灵，30毫升兑水30斤，均匀喷施在叶片上，辣椒开花多不落花，做果多不落果，条形美观，颜色还漂亮。连续喷施两到三次，不仅能够促花保果，还能补充多种营养，尤其是针对苗黄、苗弱、苗不长，效果也非常明显，并且它无激素无残留，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。今年想要辣椒高产丰收多卖钱的朋友，抓紧时间点击小黄车给您包邮到家。